答应人民说要推动的国会听证制度，我就不客气的问在哪里嘛？还是自己讲的话自己要装失忆啊？什么啊？你在讲什么啊？我听不懂，讲什么西兰骨头，我听不懂。Sorry， 这不是我的错，都是那个 Ted Cruz 害我。啊？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按照小编给我冲康的一个封面，今天的开头其实是应该讲说狂邦哇波古瓦内基尼亚德国在马斯，把我改成冲尼亚，我真的是快要败给他们。哎呦，陈很苦捐了1500块哈、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什么时候要戴内基尼亚的粉红假发哦？这个假发买不到、哦，市面上也找不到，你们也千万不要帮我去买哦，千万不要给我寄莫名其妙的假发到。协会来，哇哭哇哭！今天其实，在一开始上课以前，有一件事我想要特别提，千万不要等到又发生了什么悲剧才来检讨。上个礼拜又有受刑人从明德外役间跑。去年八月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导致了2名警察死亡。那个时候说要改革，说要强化管理，说要推动修法，结果上礼拜又发生相同的事情。我们2020年12月9号的时候，我们监察院其实就出一个调查报告，他去算从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的期间当中，逃了39个，平均每年4个人。监察院指法务部矫正署防范管理设施形同虚设，风险评估未尽周延，缺乏评核机制，当初提了调查报告也没有纠正，也没有弹劾，也没有任何人负责。我诚恳的呼吁，如果我们的法务部矫正署态度还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的立法院针对这一件事情的监督不能够只有3分钟的热度，必须要持续的追踪下去。礼拜二跟礼拜五的院会除外，我们礼拜一、礼拜三、礼拜四24个工作单位里面有8场考察，也就是说有1/3全部都拿来考察。上个周末竟然有记者好像注意到了这件事情，他发了一个新闻，立委地方考察便服选遭质疑绑桩。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吓一跳，我想说这个记者蛮认真的，非常有可能是我们礼拜一晚上也在课堂上面跟大家在一起的同学。他说呢，进入选举的旺季，立法院呢各个委员会安排地方考察频率增加，熟悉立法院运作的人说，选举年不分蓝绿的招委会安排官员立委到各县市考察，目的是做球给自家人，考察行程变成立委秀政绩争取建设的表演舞台。今天也有立委就回应了，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说，立法院除了立法，还有监督预算的执行跟使用状况，考察有必要性，立法委员要多走出户外，该被批评都坐在办公室里面立法。这个立委他这样子讲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也就是说我们未必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所有的考察都是不好的。但问题是说，出去考察的时候到底考察了什么东西，是不是真的去监督预算执行的状态。其实我以前还在立法院服务的时候，我还真的是蛮喜欢出去外面走一走，全国各个县市我大概都去走过，只不过说我去走的时候，我通常不太喜欢让人家知道我去那边走，因为走回来通常就会出事。想听老师喊哇哭哇哭，什么是哇哭哇哭？哇哭哇哭，安妮亚的口头禅是哇哭哇哭。哦，好好好，是是是是是，没有关系，嘿，那个内基尼亚会想出另外别的口头禅出来。哇哭哇哭，考察的时候去干了什么这件事情就是跟大家讲清楚，大家都有眼睛嘛，哪一个招委排去哪里考察，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在立法院的网站上面公开透明做好，像这个经济委员会去考察云林，他连考察记录都没有，那其他的委员会他们考察的记录有多少人去，然后去干了什么，就是各位网友其实在我们的立法院上面的网站上面通通都可以讲。好，卫生福利部的这个我就有个质询想要带大家看一下，我看了我必须要老实讲我非常的疲惫。部长委员好啊，前两天你去嘉义中学立委那个母校讲什么西人骨头啦到底我是西人还是骨头大家评评理，那你部长是这种好要来指涉说问的内容很多样，所以我用西人骨头来形容，我不要用五花八门来形容。
教育所有现在看得到影片的所有全国的民众，我要让他赢。因为吼、要紫色讲五花八门，那就用西洋骨头。你花咨询的时间在跟学瑞元咨询，说西洋骨头是什么意思，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等一下带大家哦，看我这个周末在看什么东西，大家就会知道我的心里大概为什么会这么疲惫。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一看美国的国会在干嘛。来，我们先看一下这场听证，它的名称是 Oversight of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哦，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监督。这个是他们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坐在这边。那旁边的这些位置哦，就是给委员会的委员哦，是一个马蹄形的。那下面的这些齁是议事人员要来作证的，因为在美国的国会作证要宣誓，官员来也是要宣誓。被邀请来的齁，他们会说 testimony 齁，证词或者是证人，其实就是他们的行政官员齁，会坐在这个地方，上面的这些人会来问他们。我挑了一个一直都很支持台湾非常有名的参议员，叫做 Ted Cruz， 被询的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齁，证人。因为我说到美国国会作证要宣誓的啦，就不可以作伪证。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Mayorkas。 How many migrants have diedUnder President Biden? Senator, your phrasing of the question is actually quite misleading. How many migrants died in 2022? At our, approaching our southern border? Yes. Precisely why we are seeking to exclude the smuggling organization. Do you know the answer? Do you know how many died? I do not. You do not. Of course you don't. I know how many died. 853. You go back to 1998, you see it's consistently between 300 and 400, 304 to 300 and 400.Suddenly, 2021, what happens? You get in office, and that red line are dead bodies. I've been on the Rio Grande, and I've seen dead bodies floating there who've drowned because of your refusal to do your job. You don't even know how many have died. True or false, Secretary Mayorkas, 2020 was the lowest rate of illegal immigration in 45 years. Is that true or false?It is certainly the lowest level of immigration in many, many years. And what was it okay, fine. in 2020? What was it, Senator, in 2020 that impacted the entir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Okay, so your、what、testimony was... is the reason we had the lowest rate was COV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building the wall, nothing to do with ending catch and release, nothing to do with remain in Mexico. With all respect, Mr. Secretary, that answer is laughable. And in fact, if you look at illegal immigration, let's look atCBP encounters. You can see 500,000, 500,000, it drops to the lowest level, and boom, what happens? You show up, and that red line is you. That red line is Joe Biden. And you're claiming nothing happened. Oh gosh, this was here before us. No, you made the decision to allow this to happen. Let me ask you, we now have over 5.5 million people who've entered this country illegally under Joe Biden. How many murderers have you released into America?Senator, I'm not aware of any murderer whom we've... So you don't know. This is a photograph from just one day along the Rio Grande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alking across the border. You have allowed this to happen. The photograph that was before, what are these wristbands? I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You、Senator. Don't know what they are?Mr. Secretary, you have just testified to the American people you're incompetent at your job, because I've been to the southern border, and if you go to the southern border, along the southern border, you see thousands of these wristbands, because the illegal immigrants wear them, the drug cartels, every color corresponds to how many thousands of dollars they owe the cartels. You have turned these cartels into multi-billion dollar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se are modern day leg irons, because these are children being sold into sex slavery, and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they are. That is astonishing. Secretary, I want to say to you right now, it is precisely- your behavior is disgraceful, and the deaths, the children assaulted, the children raped, they are at your feet, and if you had integrity, you would resign. Claiming 1 minute chairman time, Mr. Secretary, would you like to respond to any of those questions? What the senator said was revolting. I'm not going to address it. Your refusal to do your job is revolting. 第一个你会发现说，哎，那不管他的政策立场你赞成或不赞成，最起码有一件事情，哦，就是统计上面的数字他掌握得很清楚。那第二个是在咨询当中，你有看到有一个格兰河，哦，格兰河大家上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那个是在 Texas 跟墨西哥边界处的一条河，哦，现场怎么跑过去？那个人口贩子给那些非法移民给他绑一个袋子，不同的颜色他都去拿来。这个是我觉得，哦，立委就在咨询官员的时候态度是一回事，实际上面的内容又是一回事。而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啊 ，Ted Cruz 有点咄咄逼的，统计一下，有人会觉得他咆哮吗？这个人咆哮的比我更厉害。
对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监督制衡 check and balance？ 哦，你选立法委员不是选他们到立法院里面去帮行政官员护航？立 KT， 真希望我们国会也有听证制度。我老实跟大家说了，大家回去看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进党跟国民党都说要建立国会听证的制度，结果呢，现在已经2023年，答应人民说要推动的国会听证制度，我就不客气的问在哪里嘛？还是自己讲的话自己要装失忆啊？什么？你在讲什么啊？我听不嘿，讲什么西南骨头，我听不。Sorry， 这不是我的错，都是那个 Ted Cruz 害我。啊，如此叫美国仓，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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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子。治安的事件很简单啊，国民党跟民进党，你们一个中央执政，一个地方执政，人民不是希望看到你们在那边互相踢皮球？红人会有没有被我国法院宣告为犯罪组织过？我先带大家看2017年的一个判决，这个案子是什么？反正就是一拖拉古人啊，就是放高利贷嘛，啊不还就什么抓出来殴打嘛，告了一堆人以后，来来来，这二审判决，上诉人是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就检察官对一审的判决很不爽，然后去上诉这一些被告。我们先看一下一审的判决，处里面其中一个人有期徒刑四个月，可以一颗罚金，这个叫扫黑哦。这个检察官非常的火，因为一审就组织犯罪的部分全部判没有罪，因为他不符合犯罪组织的要件。原审就地方法院认为欠缺上下隶属的从属性、指挥性或从属性的结构，所以这个不构成犯罪组织。检察官说，原审所援用的见解对于犯罪组织严加解释，以脱译原立法者制定的条文，甚至符合其要求的犯罪组织可以说仅存在于水浒传，这样子严格解释适用，将使得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成为据文，毫无作用。红人会没有被认定为犯罪组织过，他认为说检察官也没有指证红人会有什么特定的入帮仪式，什么要歃血为盟，还有帮规，还有借条，对治安造成这么大伤害的红人会，他不构成犯罪组织。那我就问嘛，什么才构成犯罪组织？之前我有批评过啊，陈明文他提的修正草案，竟然是要让犯罪组织的构成更难，还要有惯习性。你是有什么问题啊？教育文化委员会的时候，他们有审法案，就大家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大家很关心那个黄牛票的问题。立法委员吴思瑶有提修正动议，预备犯前项之罪，除每张票券都受价格5到30倍的罚款。那我大概可以了解说，吴思瑶委员他其实利益是良善啊。但是我是会给吴思瑶委员两个建议啦。第一个是说，因为第一项只是行政罚款，他没有刑罚，所以你说吼预备犯前项之罪吼，这个法条文字的构成吼是错误的，因为前面是行政罚款，根本不是刑罚，怎么会有罪呢？所以你应该是想说吼，预备要准备违反前面的可以受到行政罚的东西的时候，然后要处多少罚款。那但是有两个东西呢是重要的啦，吴思瑶委有提，张其禄委有提吼，第一个是吹哨者保护的制度嘛，对于检举人的身份要严守秘密嘛，检举的时候要给检举奖金嘛，这个都是好的啦，各党各派大家都支持，那就期望把这个法修得更完善一点。有一个 Chenjin UCLA 小留学生感谢老师关心美国议题，我收你这5块美金有点心虚，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关心美国议题，我只是喜欢看。好， OK， 谢谢大家，晚安，拜拜。